都没有低，第一名，4秒57，你看，第一名，误闯。有第一名了，赶快申请。我要水，永治水。你不是要阻止吗？你可以阻止。我要永治水、啊。先扣，给他我的，给他我的。那、你的也拿去喝。不要喝，不行。哎、你不是要拿水？煮完一起去吧。他刚才讲，我要阻止暴食。他说几颗。103室，高雄市代表王鹏杰。这地方。没有踢，竟然没有踢！周伯战绩第一了，你看。台东县代表队李凯玉。选手用时5秒19，误装0。彰化县代表队1065，李中廉。吴传基，对1027，许佑成。大会报告，违法违规，请选手回到起点。前后可以呢，我有问他大会，他说前后可以站定。吴成基，下一位选手。第五个，你看这刚好，他是这样的，顶多这个赢周伯威而已。没啦。没有。大会报告，现在进行束装比赛，未参与的选手及家长们有吴东燕。啊，这个没办法。这个要看自己。对。我们再打下去了。但是有前五名，他都第一啊。选手用时4秒28，误装0。下一位选手，桃园市代表队任文平。选手用时4秒51，误装2。下位选手，新竹县代表队1051，童子婷。
新竹县。哇，这是新竹县。第二。怎么会上去啊？看到这这一点是最近。我看这句是这边。五秒六九，误装一。下一位选手，台中市代表队1025李孝恒。还没归零。对啊，手中成分没规定。这不是这样，那个啊。哎，这一次是自己想来拍是吧？要打掉。七顾庄林，下一位选手，新竹市代表队1097王龙斌。北边前面的。我老公的，要修理。选手用时4秒45，误装零。下位选手，嘉义市代表队1100陈玉琪。选手用时4秒33，顾庄一。下一位选手，新北市代表队1010郭景璇。选手用时4秒63，顾庄林。下位选手，台北市代表队1008钟永志。哦，选手吴成基。关键的。下位选手，彰化县代表队1069柯延勋。这边是谁？
选手用时五秒二八，误装一。下位选手，台南市代表队1032郑伟哲。选手用时4秒36，误装零。下一位选手，苗栗县代表队1056，钟廷伟。那我去前面，前面走。分。选手无成绩。下位选手，花莲县代表队1090杨新桥。帅不帅？人家应该100多万的车。无成绩，选手无成绩。下位选手，桃园市代表队1050郑宇翔。搞不好钱了。是中啊，就这么一，就是蛮有机会的哦。下一轮没多久的话。你们要出宝石吗？选手用时4秒52，误装一。下位选手，台中市代表队1019陈炳凯。